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《标股急先锋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昨天晚上美股休市，而今天台股则是开低震荡走平，因为台积电呢表现疲弱，让指数是压力不小。不过中场呢是跌幅慢慢的收敛，翻红收涨了一点，但是成交量还是萎缩到不到两千五百亿元。明天盘市的变化，赶快替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 再來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中场老师，今天。 AI 概念股还是涨跌互见，而且呢，台积电也表现蛮疲弱的，倒是 IC 设计类股哦表现得很亮眼，天域还攻上了涨停板，尤其是你之前锁定的像是爱普还有智源哦，今天其实都蛮有表现的，但最后呢，爱普是虎头蛇尾啦，那智源呢是哎还收了一个拉尾盘，到底这两档股票他们的比价效益谁才可以先到四百块？你赶快替大家解答一下。好，首先各位同学啊，今天很高兴我们又有涨停板的。 天域四九六一的天域，好，今天大盘杀低收盘的时候只涨一点，来看一下大盘，大盘今天是不是开低走低？哇，老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昨天涨的都要跌回去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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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收盘还涨一点，对不对？同学看得非常的清楚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四九六一的天域，今天涨停板，老师。 你要有天宇的啊，我们会员有买啊、哦，当然在这里同学没有就没有。不过我在我的赖里面我有写，对不对？各位同学，那今天涨停板我们今天把它出掉了啊、哦，因为同学都知道啊、哦，天宇也是一样啊，钟、哦、祥老师在这里非常喜欢做的股票。那老师为什么今天涨停板要出掉？老师，这个一个 W 底这么漂亮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出掉？ 因为他要减资，那我们同学是买在一百四十几块的，今天涨停板出掉了啊啊、哦呃，道道理就是这样子。那有没有证据啊、呃？我们讲的所有事情都必须要有证据，因为啊、哦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来啊、哦，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看到天宇是不是出掉了八张哎，一张、欸、不要赚多十块钱就八万了啦。 对不对？阿、啊、威上一九出了啊！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在这里？哈哈哈,哈！昨天很好笑，来看一下，威盛会到一二零，你说有没有准？老师，威盛会到一二零低买挑战一二零，哎，你看老师都是写在前面的啦啊、哦，这个背后讲的哈都不算的啦，威盛。 今天有一些同学啊，看我说卫生会到一二零，哇，跌到一一二，为什么不敢买？一一二啊，标准价二五八，8, 最高到一二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有哪一个老师的这个筹码分析会告诉你？我们在这里啊，都讲在前面的啊，你看来加来。加來 赶快加，赶快加！你不加的话、哦，我告诉你哦，你都赚不到价差啦。对不对我昨天有没有写？微上会到一二零，今天最高多少？就是一二零。那老师，我用利用利用你交的二五八，微盛一二，我去买一二零出，十张也是八万啊。好，刚才主持人问到，怀慈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昨天？” 这个爱普涨停板啊，今天爱普为什么开高走低，尾盘又把它拉上来？那而且现在哈、哦，智源又比爱普贵了，怎么回事？同学加奈，我告诉你哈、啊，这个我觉得哈、啊，我觉得这个这这些哈、啊，市场上的主力呀、啊，小主力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啦、啊，爱普所涨停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 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谁在买的，来看一下。好，我在这里给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昨天买超的券商，昨天买超的券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买超的券商是谁？昨天买超的券商，券商分析嘛，看一下，昨天买超的券商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凯基证券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短线抢帽子的，抢帽子的。 凯基昨天买了两千零一十一张，一张都没卖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卖超第一名一定是买凯基证券。哎，我觉得这些哈、哦，看钟霞老师啊、哦，在这里哈、哦，哇，哎、欸，买两千张哎、欸，今天价差二十块、欸，两千张一张二十块，一张是两万，两千张赚四千万、欸。老师他卖掉好不好？好啊。 短线客卖掉才会大涨嘛？因为这些筹码本来人家买两千张就是今天要卖的嘛，对不对？就让他卖啊，就让他卖啊。中翔的中翔老师的股票怕你卖，你卖完以后这些短线客没有了，将来涨的才会凶啊。我觉得凯基证券哈、哦、应该来找我同学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昨天在这里，你不要搞我的爱普。你昨天去买两千张的天域，今天涨停板锁六千张，你是不是赚的更多？同学，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啊，你们这一些哈、哦，这个短线，哎，凯基证券都是这样哦。凯基证券有时候去锁那个系统啊，隔天就出掉啊，去锁那个什么兆赫，隔天就出掉。 都玩这种把戏的，全市场都知道嘛，有台都在讲嘛。那凯基证券就是短线客、短命鬼嘛，造成很多违约教哥的嘛。啊，很奇怪咧，凯基证券是哪一位仁兄啊？你不会来找我？啊，在來,来找我，我我会叫你买什么？来看一下，我昨天叫你买两千张的天域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涨停板锁六千张。 你卖掉也没有人鸟你，你又不会打坏这个盘，何必呢？唉，凯基证券哈、哦，哦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不，对，没关系啊、哦。你看一下，他今天卖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爱普，啊、哦，他今天卖光，啊、欸，今天卖搞一个大量，昨天四千多张，今天搞一个两万张，对不对？如果凯基证券，哎、欸。 同学，赶快加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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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如果说凯基证券都出掉了哈，哗，那明天就精彩了，那明天就精彩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今天艾普来到三百五十四，志远来到三百五十七，对不对？啊，两个都差不多啦。不过、哦、艾普外资说有平等嘛，看看五百嘛，那就看外资嘛。 外资昨天也买了几百张嘛，今天有没有买？我认为今天爱普外资一定是有买有卖，因为今天震荡那么大。但是我认为自营上还是站在买方。同学，加奈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哈，老师讲的准不准？你加奈你可以得到这个爱普啊、哦，月线扣低值，两天以后会大涨。礼拜天告诉你。 爱普开盘价三百四，突破以后会涨停。昨天晚上告诉你，啊、哦，爱普不要追。对，昨天晚上告诉你什么？金星科老师你不准哦，金星科今天没有功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金星科。啊、哦，明天你打算要做当中的，就做金星科就对了。哦，我觉得金星科有很有玄机，哎、欸。 人家老师都讲涨的股票啊，啊，我有时候喜欢讲跌的股票啊。老师，你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明天会涨啊。因为我知道明天会涨啊。你看啊、哦，你注意到、哦，金建科今天没量，啊，没量本来就没价嘛，啊，反正就在平台附近整理嘛，啊，你买也不是，你卖也不是嘛，啊，你就不要动嘛，那明天就会涨了嘛、啊。为什么会涨？你看最后一盘，哎、欸，从多少？ 四二一一路往上吃，往上吃，这里还挂一个二十五张尾盘，还买五十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金星科明天要法说，就跟艾普一样要法说，艾普每次法说就会拉涨停，金星科法说会不会拉半只涨停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啊。 我最喜欢金星科或是爱普办法说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奖励多，接到什么订单啊？只有那个创意啊，办法说说我们获利不好，打一根碟停。<laughs> 你要了解每家公司啊，不然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来各位，明天好机会了，台股当中。 你不做对不对？你不做对不对？我带你做嘛，好、oh,，我带你做嘛。哎，老师，这不对嘞。昨天你写啊、哦，这个伟权店跟预创，你说伟权店，你看你看，伟权店涨停哦，但是外资卖了一千五百多张哦，对不对？融券增加，但是我写伟权店开盘不要追哦，不要追，叫你不要追哦。 你看一下委泉店，你今天开盘去追它，你就完蛋喽；开盘去追它，你今天就赔钱喽，赔钱喽啊！但是玉创是涨涨的哦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明天玉创会不会大涨？哎、欸，老师，哎、欸，又有消息，又有消息了，又有消息了啊！我最喜欢跟。 同学报告这个消息，来看一下预创。啊、哦，我我先把消息跟你讲，预创搭上苹果商机太不 C 需求提升，法人出货动能望到明年。老师，报纸是不是都是你买的？ 啊！你怎么都知道人家要登利多？唉，你们不懂啊！同学每天在那边追高杀低，追高杀低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是不是把威盛卖在一百一十二块？卖在一百一十二块的举手。啊，买在一百二十块的举手。啊，明天预创可以做吗？ 赶快赶快啦，同学啊，赶快啊！台股当中技术分析开始报名了，對不对来，老师，你这一本技术分析，我我里面都有案例哦、喔，因为我要教你懂嘛。你看哈、喔，各位做空也有，做多也有，啊，反正都有了。啊，这个案例要讲哈、喔，要讲到每一个让你懂哈、喔。 量价筹码啊，所以这个课程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有的人还听了五遍，因为发觉有的听完以后还不是很懂，有的听完以后不是很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一下今天这个预创是不是均价线都在均价线附近整理，这里还偷偷拉上来啊，收盘可能今天买的人。 耐不住了，收盘把它市价卖掉。其实你开盘价买，收盘价卖，也没怎么赔的，当然是没赚钱的，啊、哦，扣扣手续费就大概赔手续费而已了。你看哈、哦，它开盘价是不是四三五？盘中最高是不是来到多少？四四八点五？老师是不是有教你二五八？老师有没有教你二五八？有嘛？对不对？二五八嘛，对不对 四三五四四八嘛，你一定可以成交的啦！啊，最低是不是四三二？老师为什么最低会四三二？我教你来，同学你不懂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一根长红棒的高点是不是四三二？老师为什么今天到四四八就过不去了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四十五块的高点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根大量，啊，大量会怎样？啊，拉上来，它这根大量会解套，解套会出。 但是为什么外资天天买、投自营商天天买、融券大增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高空。MACD 往上，KD 往上，通通没有问题。明天小周末会不会攻涨停板？我们交还给主持人。 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。就如同刚刚老师说的哦，这个股的涨跌不只要看量价，要看技术面，背后主力的筹码也是息息相关哦。更多的个股分析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你分享。 欢迎回到标股急先锋这一段，钟祥老师，我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你每天都会帮大家做盘前的分析嘛。那我有一个朋友就看了你的资料、哦，他就今天真的去低买威盛，可是威盛呢，在早盘的时候就一直看起来要死不活的哈、哦，在一一二到一一四之间徘徊，他都觉得我怎么赚不到这个当中的钱呢？于是他失去耐心，他就把它卖掉了。想不到尾盘竟然真的拉到一百二，到底这中间的玄机是怎么样？我怎么知道它到底会往上拉，还是它持续就这样子的？ 好，首先同学一定要知道啊，你可以加赖，加赖以后我就会告诉你他会怎么样走。好，同学来看一下，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哦，啊，马上让你验证的，昨天晚上，哎、欸，写在前面呐、啊，才让你验证嘛。那不然呢？每个老师收完牌，哪一个老师不准你加我？收完牌哪一个老师不准你教我收完牌哪一个老师不准每一个都很准。你看我高点卖掉，它就跌下来。 你看我低点买进，它就涨上去。啊，我也会啊，吹牛我也会啊。啊，但是真枪实弹是昨天晚上写的好吧好？真枪实弹，爱普前两天预告两天以后会涨停啊，昨天就涨停，三百四就涨停。但是爱普昨天买超第一名的券商叫做凯基，大家都知道凯基嘛。 凯基就是专门去锁涨停板那一家券商啊，然后隔天就出啊，不管开高开低他都要出啊，哎、欸，不得了啊，两千张，一张赚二十块，一张赚两万，两千赚赚四千万，搞什么东西啊？他卖掉最好，凯基你来找我。 我昨天叫你买天域买两千张，你今天涨停板卖掉，锁了六千张，你卖掉还会赚钱？哎，你不要乱搞啦！好了，注意看啊，威盛第一买挑战一百二，同学你自己看，你加入我的，你每天都看得到。明天注意金星科啊，今天第一买，来我看一下。 好，重点来了。今天大盘开低嘛，一样开低，拉到盘上啊！你你想说哦，老师，我这里买这里卖就已经冲掉，很漂亮了啊！老师不冲掉又跌下来，老师有没有教你二五八？对不对？啊，老师不卖会跌停，不卖会跌停。哎、欸，老师拉到一百二，最高刚好一百二，没骗你吧？最高刚好一百二，最低一一二。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我问你，昨天的量九千七。 今天的量一万七，量价量价，哎、欸，我这本里面都有胶哎、欸，这本里面都有胶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同学照一下照一下照一下，这本里面都有胶哎、欸，量是价的先行指标，没有量它就不会有价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看是不是拉上来？老师为什么突然会拉上来啊？我再用 K 线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再用 K 线告诉你。 他的 MACD 是不是开始慢慢往上了？对不对？啊，刚好都在月季线。还有老师告诉你啊、哦，我宁可买伟创，我不要买威盛。啊，结果伟创呢？伟创每天跟死掉一样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伟创不好，我也希望伟创能够涨停板，每天都发力多啊，啊力多为什么不会涨？那就是不懂的老师。 老师要懂还是不懂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。我再教你一个，你不懂的，我教你一个。你看威盛对不对？所有均线走平。我问你，打下来的时候是不是 K D 跟 M A C D 都在低档？他是不是拉上来了？啊，老师，那我明天去追威盛。哎、欸，不要哦，不要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哦。啊、哦，你没有看我这个，你没有看我这个。 那 <coughs> 你就千万不要自己乱做哦。那你自己乱做赔钱，不要怪我。哦，所以你要看这个。好，来，我教各位同学哈、啊，系统今天有拉上去啊。你看小时的，来看一下这里，看这里，小时的 MACD 跟 k d 我一档一档教你，这样比较快了啊。好，来看一下艾普，艾普是不是拉上来了？ 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跟你讲，这一天会大涨？结果真的涨停板，为什么？因为指标交叉往上。老师今天交叉往下，对，没错。因为今天开高走低嘛。好，如果你看不懂，我再教你一个，我再教你一个。老师是不厌其烦的。我问你，他已经二没腰了，这是十五分线 m a c d 开始翻正了，对不对？ 如果你是同学，听我讲，爱普应该都买在三百一、三百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买在三百八吧？不可能吧？你不可能涨到三百八你才买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注意到，注意到啊，这二梅腰开始起来了，二梅腰开始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二梅腰啊，所以老师，我想我想买，明天如果涨停板。 你就不要买了，你要买是买在这里，你看，这个是不是底部？啊，所以，同学，那老师，我现在手上没有，那明天你能不能带我做当冲？譬如说啊、哦，我明天买啊、哦，我就算明天买三百五，我卖三百八，我一样赚钱呢、啊。我虽然手上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当中。那当冲就没有成本的问题了。 做波段有成本的问题，我问你啦，做波段我举例来说好了，老师，啊、哦，做波段我举例来说好了，你如果这个买在五百块以上，你会很痛苦嘛？对不对？啊、哦、啊，明天就算涨停板上来啊、哦，你大概呃只小赔一点，搞不好解套一下，但是当冲不一样，当冲明天搞不好开盘四百三，你买四百三卖四百五，你是赚二十块。 对，所以当中就没有成本的问题，波段才有成本的问题。再举例来说，艾普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跟我们买在三百块以下，在三百块附近，这个涨停板涨停板，你你如果买在四百块，那你就很累啊。你要想，老师，我问你啦，艾普的这个 MACD 是不是连续翻正了？看到没有？虽然今天收，今虽然今天收一根黑 K。 但是你手上有的，你就续报啊！啊，明天呢？明天搞不好可以当冲啊。如果凯基证券通通卖光了，明天我们就做当冲。所以，各位台股当冲技术班啊，我讲的都是我们做的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是不是都有写？是不是都有写？是不是都有写？预创。 外资买七百零六张，自营商买三百六十二张。你看哦，开盘四三二，攻四十六。老师也没有很准、啊、老师，你这个没有很准、啊。但是，老师我不得不佩服你，今天最低就是四三二，最高四四八六。哎、欸，老师他为什么不直接拉涨停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我跟你讲答案？ 外资买那么多，为什么不会直接涨停？很简单，在里不是一个同样是做泰普西的吗？伟全店昨天涨停了，啊，今天开高，我全店就杀下来了。啊，伟全店一杀下来是杀破平盘呢、欸？他也跟一样啊啊，大家做一样啊，啊开高啊就有就有投资朋友去卖啊，去空啊，啊结果杀下来，哎，杀下来又被拉上去、欸，哎，伟全店是被杀到盘下、欸，哎。 那、啊、为什么预创上不下来？同学啊、哦，所以我要教你嘛啊、哦，台股当中技术班，对不对？我不教你，你怎么会？对不对？每天都有人问，每天都有在赖里面问，每天在这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永远都是看别的老师在吹牛。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，前一天都不讲。 那我每天在这里讲，所以你要加来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。明天哪一支股票会动？好，我们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老师，那我赶快用短短时间问你一下：如果我们前一天看到隔日冲主力在里面的话，是不是隔天开高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呢？对，如果说凯基证券买很多，你就不要买。好，谢谢林中尚老师。更多的盘式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标股急先锋》，再会。